Bonjour， 我叫王忠赫，今年26岁，来自中国。目前我就读于 Excelia 高等商学院，学习 BFA 课程。我是通过我的大学同学了解到的 Excelia 高等商学院，他给我推荐了这所学校。后来我认识了 Excelia 中国区代表严芳老师。我选择来到法国继续上高等教育，是因为我对旅游行业非常感兴趣。法国是世界上第一大旅游目的地国家，我觉得这里学习旅游专业是非常有意义的。在我闲暇时间，我经常来到拉罗希尔老市场买海鲜，这里的氛围让我非常喜欢。我觉得拉罗希尔是一个非常适合学习的城市。在埃克塞利亚，我总是觉得非常自在，校园的气氛也十分融洽，老师们十分负责和友好，尤其是对我们这些国际学生。在中国读大学期间，我曾在一家旅行社做过兼职导游的工作，此外我还在两个非洲翻译国家有了3年的工作经历，这让我学会了如何在团队中协作，并提高了我的整体沟通能力。在完成旅游管理学位的学习之后，我计划在 Excelia 高等商学院继续攻读硕士学位。毕业之后，我计划在法国一家主题公园工作，担任园区组织与规划助理。回头见。